分秘点吗？什么内容？信息量太少了，恐怕无法破译出来。只有这一份吗？目前就截获了这一份。星良兄，如果有可能，多提供一些数据给我。此外，这既然是一封发出的电文，那么肯定有回电。如果徐队长能够截获回电的话，这样也可以使我们破译电文，提高速度。我明白了，我想办法。新鲜点的蔬菜送到办公楼伙房去，啊，新鲜的，不新鲜的不要，啊，哎，李头，这事儿要不我去吧？张海峰他刚来，笨手笨脚的，你看，去去去去，有你什么事儿？我你待会儿去，愣什么呢？张海峰，快点。磨蹭什么呢？快着点啊！老李。冷静一点，爹，我要听说，你给我冷静点，我们现在都得听老李的。老李，你说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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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是跟过去的脾气一样，改不了。老李啊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有的时候啊，冲动不是件坏事，当断不断，那才会出事儿。就像张海峰这事儿，就挺麻烦的。老皮啊，这张海峰的事儿呢，我还是不能听你的话。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琢磨着，这个张海峰虽然发现了，当时却没有揭发，那就说明他应该还是能争取的。我准备找个机会跟他好好的谈一谈。行，那你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万一跟他谈不拢怎么办？嗨，谈不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嘛。好，我等你的消息。嗯。张先生在这儿忙呢。嗯，没事儿，摘摘菜。哦，对了，张先生来白山馆有段时间了吧？也不太久，算起来快一个月吧。哦，时间不短了。张先生既然进白山馆有一段时间了，那想必白山馆的规矩也略有耳闻吧。张先生被关进白山馆，莫非也是这个？对不起，李先生，我不是共产党，跟共产党也没有任何瓜葛。其实无所谓，张先生是共产党也好，不是共产党也好，没什么关系。这白山馆呢，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
我们是共产党员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随便上任。哼，共产党员，你们是，老子不是。我告诉你们，老子在进白山馆之前杀哥把人像碾死个臭虫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干什么都像你们这样缩手缩脚的，啥都别干。行，你就听到老板一句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冲动，弄不好会害死大家的。冲动。 在黎奔为等人商议如何对付张海峰的同时，张海峰也是深夜难眠。通过这几天以来的观察，他已经完全确认伙房这伙人一定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行动，甚至很可能是一场武装暴动。那么，自己究竟能不能相信他们呢？他们的行动究竟会不会给营救小猫的任务带来危险呢？ 不过，不管怎么样，营救小猫是自己最重要的任务，但必要的时候，也需要想办法保护伙房这帮人。他们毕竟是自己的同志。吓死我了！你深更半夜不睡觉，你宿舍干什么呢？你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 是不是伙房那边出什么问题了？李本伟他们几个，你了解吗？大概了解。怎么了？你说说。李本伟是咱们一号楼左派的头，入狱之前是八路军的一个侦察连长。 当掉的华阴山游击队没多久就被捕了。郑国炎、窦老板、张庆他们几个都是他铁杆，具体什么来路就不清楚了。皮景顺呢？皮景顺之前就是重庆朝天门码头一黑帮老大，同情革命，但不是党员。他是因为跟黎本伟交易军火的时候被抓的。怎么了？ 如果没判断错的话，他们近期可能要通过武装暴动的方式离开白山馆。武装暴动？对。啊！难怪头些日子李本伟他们几个花大价钱去贿赂冯彪，然后被一起调进伙房，就是因为这个呀。
老李。皮爷，这件事情我不会由着你的性子来的。老李，我是佩服你们共产党不假，但我也实话跟你说，你们做事太磨叽，老子看不惯。好好好，皮爷，你再给我3天时间，实在不行我再按你的办法办，好不好？哎，得了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说也说不通。为了救小猫，也为了保住他们的命，我必须这么做。姓张的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我不允许你这么做。你不允许我这么做。没错。告诉我理由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这次武装暴动的幕后总指挥就是我。我跟你说过，我进入白山关以后发展了一批非常可靠的同志，这些同志全都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。
张海峰的行动，徐兴亮在耐心等待。好，他知道自己快抓住张海峰那巨大的阴谋了。跟上，跟上。徐科长，走。行。什么内容啊？张海峰要跑。什么？快跟我去食堂。是是。老夏，老夏，老夏，哎哎，快点，快点！老雷，你们是不是要等张海峰？有这个打算？快点，快点！你们绝对不能对他动手。为什么？不要问为什么，赶快组织批评水，绝对不能动他。你不让我们动张海峰，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？这个张海峰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别管了，赶快执行命令。
下。都别动。蹲下。王大夫，王大夫出事了，犯人出事了，快快。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有犯人被扎伤了，孙部长徐队。馆长，你看，张海峰要跑，孙馆长，怎么样？手术已经做完了，不过他失血过多，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。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哦，那可说不好。这样吧，孙馆长，等他一醒过来，我马上通知您和徐队长。好好，辛苦了。不客气，我先忙去了。好。行了啊，这件事情我就全权拜托你了。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查出谁要杀张海峰，还有张海峰那个暗号到底是发给谁的。我这就去办。好。说吧，刚才的事情是谁做的？没人说是吧？冯进军，长官，你应该看见了，你来说，张海峰是谁要杀的？长官，刚才是太乱了，我没看清楚。你说什么？算了。
你说是谁干的？我数三声，一、二。是我做的，抓起来，带走。快走！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都是这个皮景顺闹的，要是早听老李的，能出这种事？老郑，话不能这么说，皮爷怎么干，不也是为了咱们大家吗？为了大家？他这是连累大家。要不是他贸然行动，我们怎么会变得这么被动？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老李。你拿个主意吧，你说怎么办？大伙儿都听你的。说了让你喝，我说，大声点。我杀张海峰是为了……啊！什么？哎呀！抓好他，别动！同志们，现在的心情十分严峻呐。首先，这个张海峰是否还活着？他一旦醒过来，他绝不可能再替我们保守这个秘密。还有，皮景顺。现在在敌人手里，他能否撑得住？即便撑得住，能撑多久？另外，今天的事情，敌人不可能不怀疑我们。一旦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，这个秘密就不可能再守住了。老李，你分析的对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当今之计，只有一种办法。